其实一开始，客家庄强调了环境相关的新闻稿里看到，为在土壤干净、工业区选调，有一搭7000平安放的土地。今年正月，有某种市民业者偷到3万立方公尺的肥料。石头力量的魏清桥发表示，其接到监局提取时间是通报相关单位，不过包含土壤时环保局到现场视察之后，沙中某看到废弃物。是现场将现行法不用走，陈教发批评相关单位纵放现行法。赵先连同环保团体和记者会呼吁主管机关加强管理，确实执法，莫过早了了执法的空窗期。对田地起价方面，石坤道制定灰泥嘅土拉股，切只是以农田来到灰泥，但为其实系土壤关键工业区全空，只搭切片片嘅改造农田，时代力量的为前脚化工，年旦制度监督，当然是通知建检处同环保处，不过土壤环保局去到现场稽查，沙工地下看起来无废弃物。加拿做稽查记录表都同现行犯标走，调后警方去到现场，被摩托提及时间同警察扣留。看不团体批评相关单位的作为，都冲黑加犯罪。那个行为人他在现场还有几台挖土机哈，他结果他也没有查扣机具，也没有要求利用这个挖土机要求开挖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底下埋的是什么，他就是说哦，目视判断为土方。隔壁社嘅灰泥挖开来，石线粗宽度塑架台面四板嚟到各种嘅废弃物，内面自住自点工钱，仲下有三万立方公尺。都是由桥里工人连续工艺，外边做无良性嘅业者，到废弃物清货嘅时节，前朝发土记者会后，未见对门相关单位，今日安排热烈来重建。拜托回答我的问题，是环保局。过年年假期间，督察总队有没有人力？我不是问环保局。督察总队目前有没有人力？十个人在处理这个事情。有没有？你就回答有没有啊？大队只有十个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问说过年有没有人力在处理违法清道？我要这个答案。土地的管理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目前为止，在人力不足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是采委外巡管的方式来做处理。那我们会针对于说台61线沿线的国有土地的部分，尤其是桃园辖区的部分，我们会责请厂商来在年假期间会加强做巡管的这个动作。挂山出工。消费者宪法第350条规定嘅切占区，同业者函送法判，人民交本地检察院判，为对行为人提民事诉讼，要求恢复本来内容。另外，调查发现，这条废泥系太阳区自家营业工地来嘅，尽管处经要求这家工地停工接受查判，未做法罚千个新台币10万扣。客家新闻王金车、刘义平台北报道。